这我里面车内录录影，车内也录。啊，别讲哪里，走哪里，直走哈，直走就好了。走走台湾大道哈。你公司找的哪间公司啊？对啊，直走到台湾大道再弯。对啊，又转到台湾公司了啊。叫恁老板规栋甲买起，开大个啊！恁老板太有钱了，哪里？拢用台湾买厝啊！恁厝遮大间，因为咱是恁这是租恁大，恁无买一寡物件来摆设哦哈。到时要再再不完。无啥钱买，咱这无需要干买。除非老板家要买啦，你无倒卖甲动。老板要买，讲问我买这个。伊若来来家要看了，家要来住，伊有时有可能来住。他不会来住，他绝对不会來。晚上呢？那个台湾人有可能。哦，哦，晚上来这住。他23号，他第一天就要来说要来住一天。对啊，有可能啊。台湾的那一个。啊，他会要住你说你要住的那个。最小间那一间呐、啊哦。叫我们帮他买床包嘞、哦。你买个会啊？我另外一个同事会帮他买。